买好难受，哎，干了。那就那煮荷兰薯盖给你，哎，干新鲜的，冇出芽的就哎呀，呀，出芽就唔好。我今天荷兰薯差不多啦，好呀哈，好啦。荷兰薯盖爱用葱条咩？够香，够甜，够好吃。还不开油买到油，我买不会买。你说嘞？你说啊，不开油啊。Hello， 婆婆今日又来，今日婆婆做的很好简单，荷兰薯焖鸡。哎，咩好简单？嘿，啊，挨风稍稍一粒洋葱落去，是个个香个甜，可以。仲有啊，蒜米两粒，两粒。啊，食到这去买个荷兰薯呢？哎呀，买下条。爱几多？自家中意。你中意，你中意。挨今日放多啲，挨中意，以后我以后试一试。嗯。嗯，啊，婆婆去做好好简单。Okay. 啊！见啊，剁鸡掌，一鸡剁开，放少少豉油入定鱼掌，然后挨出切荷兰薯。哦，一只鸡几多？啊，加翻仔用啦。啊，蚝油啊，豉油啊，胡豉油，超香简单。啊，见啊，剁鸡掌，一鸡啊，多少人爱中意？以为每个人都都得，以为少人是咩咩啦？哎，今仔剁晒个呀！今仔日点啊入电箱，清啊入电日条，哎出来切荷兰薯。嗯，也是有。啊对啦，清啊日条，日两样清啊煮电炸不？剁蒜米。今仔排荷兰薯。荷兰薯有两种哦，有一种黄黄亮亮的，今天买到一种呢，超过拍的，哦，半天的，你还没见马轮呢，都咩黄黄那种。这个要分别的咩？先同系因为黑毛注意啊，也黄黄那条啊，超亮哦。从你只拍色啊，就每格啊条哟，亮亮。那就贵啲咯，你冇看到啊，啷会放呢？买荷兰薯爱干呢，你唔干就拨牙出来就失败人呢，知吗？嗯，现在婆婆真切呀条荷兰薯，嗯，切太高啲，每次讲门叫啲啊冇东西。荷兰薯就有啲好啊，猪咖喱又好，乜嘢都好，猪咖喱太高啲咯。哎，今麦放洋葱咧，放洋葱啊，够好食哦，够甜咩？超快啊！要煮啊，成日都喺放洋葱嘅。我专门包小鸡，用起个鸡头去洋葱啊，洋葱阿妹放。给它倒去，就好简单又好吃，最好的荷兰薯，荷兰薯倒去，来。啊，这个豉油又包着盐的，看、啊、是吧？盐、啊，盐，嗯，盐。
太热。好吃耶。放点水。快点快点。至少要碗半钟点位啊。阿婆婆包粥渣水，呢要茶亭炒，黑花茶炒，总之要厚嘅到时人就放落去斜包，硬啊炸起红渣嚟嘅，好唔敢讲，再肉都得，先敢下口嘅，阿皮肉半呢，参叶切叶半矮，系固定喺你自家种嘅，冇啊，咧要种哦。做茶水啊，热放茶田炒先，炼油嘅效。茶田炒系嘛？茶田炒你咩讲啊？啊，要用中嚟啊？要，你一日中啊？茶田炒，茶田炒。人哋话啦，爆玉米啊，人哋话爆玉米啊，炼油嘅效嘅。哦。一日中啊，一日中人哋喊咗水鬼炒唔得嘛？哦，你就要讲讲嘅得到。啊，爆熟玉米。一包腰子啊，好好嘅，好好用嘅一种，几点砌到我嘅菜砌到变晒咯，哎哟，好快嘅呀！哎你挨爱养你啊嘛，养都唔是按斤重啊，挨冇骨头。你一种好好嘅一种，乜嘅嘢？一种啊，生沙啦，最好嘅，好好用嘅，乜嘅嘢？你做乜嘢炒？你做乜嘢啊？卜仔炒，你又种卜仔炒啊？好好用嘅，你看到油都好啊，细就啊好，麦鸡都好啦，保水盐，上一色啊，你看阿姨尼婆都一年一向来啊，佢都怕要上到流啊，佢上一包一色啊，一流都好嘅、啊、啊，好好用，哎呀，种落来。同埋蒲公笋，佢用沉淀，识火生鹅后要起热料啊！哎，仲要你睇到婆婆种的葱，看那车上，嗯，仲有好多水，哎呀，好多水，那今天放洋葱，然后又放进去。放进去，慢慢熬。我几叫？知道两三次。有人讲，我看牙就会喵。牙舌头伸出来，忘记伸出去。其实一爬来屙屎哦，我一小叫一爬来扎进去哦，啱啱系出来看到，喺讲嘅，要卖肉嘅，同阿菜爬大，不要超买。看那鱼，看乜鸡，半嚟起啊！而可以咩？人用棚嘅鸡菜，吓有嚟捉啊，人用叫，人用喵，佢跌到又又吞啊，照啊照都唔只，人用盐五斤，你跌啊跌先咧，喵喵！你可以我在来回，抽到死啊！你我入去抽到死，成日水吞，所以去爬野菜过好嘛？爬菜，出马乜鸡啊！木啊，底部底到有东西。好了没？差不多。嗯，一流啊喂！好嘞，你放洋葱过唔同个喎，你放洋葱啊，过强啊，过好食哦。你阿妹超好吃一只 A B C 汤，好靓哦！你好靓，爱好哦你，黏唔黏啊？嗯，今仔开泰佛，嗯，开泰佛，周子，爱好哦。来，你看，嗱，好。
咩好呢？睇咩好好食？最要叫不是多，等一下。大功告成，天时好天热天热，婆婆温陀陀今日好唔舒服。前几日就一路落水好冷，然后然后今日又太到一只太阳，好天热热一种，又唔得跳嘛一道哦，坐坐天都难，唔爱的，唔爱日日就熬不掉。那我们不要吃鸡胸肉，对啦。你打骨头，嗯，来呀，来吃饭啦。那马铃薯很软烂，然后也很有味道。你又放到肉中条又唔同啊，知嘛？还放肉中条？啊，不是哦，那个蒜米同埋肉中条一起落去爆香啦。不得，你就中意嘛？但是我觉得这样子，那个洋葱过后才放哦，那个有那个香甜味，洋葱的香甜味。好久没有，嗯，好久，这真好吃。要家常饭，要做，好简单呢，又简单又容易做，又茶饭。嗯 ，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天气热，大家记得注意身体。不是天气热，是天气很反复。嗯，你们倒点水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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